其实你甲家风的代志，我拢知影啦。我甲家风的代志，敢毋是全家伙啊早都拢知影？其实你免阁演啦，我啥物拢知。其实妈妈一直甲你当作家己的查某囝同款看待，我真正是想袂到讲，你奈安尼自导自演做出遮尼离谱的代志。你甲家风下药啊，啊像你家己安尼捂楼顶爬落遐楼卡，虽然家风讲这是你亲嘴承认的，也毋过我到今摆还是唔肯相信讲，这是我遐尼乖的媳妇做出来。家风是当伊做对不起你的代志，谁让你变来对待伊，将伊的真心放在涂骹咧打。罗家峰借给定道的妈宝，真正去找老虎秘道啊！也唔过伊到底讲偌济啊？敢有甲小雨嘛拖落水？我较细是应付的，较免伊害着小雨。你想哪边来欺骗大家感情啊？嗯？无法度啊！一头请爷爷虽然顾性命，啊，若要认真讲起来，我只不过是较爱我家己尔，安尼应该嘛无啥物唔对啊。什么？咱两个平平拢是查某人，你应该当比家风，搁较会当体会我的心情。莫怪你一个做太太的人，你有法度安尼仙人跳你家己的翁婿，你安尼设计让伊甲别个查某人睏，因为你无法度动你别人嘛。我动你罗家风，哪里想要来动你我？妈，我时时刻刻都爱做罗家风的新娘碗口的，啊，不过我嘛是会忝啊。就算讲是线路啦，伊安尼规工听人咧告诫，接受一大堆的负面情绪，嘛是会感觉酸嘛。所以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我嘛会想讲，爱有一个查甫人是会当理解我、互我瓦壳的啊。要唔过家风才会软弱，伊敢有法度？所以你即摆真正是为了钱才去入来罗家？其实嘛。还有罗家大少奶奶这称呼，会当让我感觉我足亲爷的啊。是讲我也无白白摕恁家的好处啊。我有那尽心尽力在款待恁罗家顶顶下下大大细细呢，都亲像爸啦。伊爱食牛肉面，啊，安静卡袂得要食炸酱面，只要因一句话哦，我就伫咧厨房无用甲大粒干细粒。我真感谢你对罗家的付出。要不罗家，伊嘛无互你食苦啊！妈，你捌听过人古早人有一句话无？拆破人的姻缘是七代三的。啊，当初家风甲林子倩的婚姻就是伊拆破的啊！我即马只是咧替你赎罪，替你弥补尔。啊，若无万一恁罗家真正三七代是变怎？希望你敢袂当安尼，拍开你的心，让我去看伊的好。你有法度发现讲，伊真正是一个值得你珍惜的查甫人。妈，若是我今妈真正答应你，那安尼你敢会相信我？对嘛？你照镜子看卖你今妈的表情，信任是一种足歹中间的物件。一旦若是无啊，就真正就是无啊。你到时阵才要来后悔，讲你无法珍惜这段婚姻，安尼都袂赴。咱搁较安尼讲嘞，嘛是讲袂通的啦。所以咱莫搁安尼浪费时间啊。我去楼顶换一件衫，买素餐食。拍谁？这站闹真侪孕妇，不是讲生肖的，较注意。是嘞，是嘞。静玉，我知影
你一定要问问我，不是要看到我，也不过我想要守护你向你赎罪的决心，一世人绝对袂改变。啊，这阿弥陀那是用信心的，那七楼以下应该是用五心的啊，那用信心的啊。对啊，咱这是要起几啊十楼的呢？这七楼以下唔着要用五千的，无这绝对会出大代志。哦，啊你起厝起啊久啊，迄条一定是要顶悬轻下脚重的啊，你安敢唔知会坏严重？这我嘛知啊，啊公司叫来就是安尼，我今麦嘛头壳冒咧烧啊。你头一天起厝了，啊？控股你也用鬼望，你也摸袂清楚。真正要有客户的钱，后面加一个零，你也无发的。啊，今仔日佫搞母子出这大出，啊，我明明拢有确定的。确定什么内容？林建树的人已经要来啊啦，到时阵哦，咱就变作偷工减料，规个用心集团的名声拢你拍歹去啊啦。爸，我已经做组织啦，即摆上吊也是解决问题。爱国跟联络厂商，把新条件的混凝土送来。我应该不接了啦。应该随时拢会到位啦。若是看到安杰的份上，我真是不愿意来。多谢文经姐，多谢你愿意过来。文姐，唔通啦，你还是叫我王文经较妥当。这个时阵，你还愿意回来斗三工？多谢你。当初安杰失踪，我心内有够亏欠的，拼性命死去找人。你再来找我讨人，鸡嘴狗舌，冷静。我是下院报复，把安杰藏起来。唔管安那解释，你就是看图讲故事，直接判我死刑。所以我唔敢唔望讲你会当原谅我，不过我希望你会当给我家己回事的。唔通唔通，你大头顶，我担不起。咱是维持即卖的关系，免想讲要安那回事的。电脑会予咱感觉足爱叫的。哪管了超过，超过人是我，我甲你回事的。哦，免免免，你嘛赶快，卖叫我接啊！我无业在调，卖讲别行啦。亚杰、董俊是你的小妹妹婿呢，因拄着遐尼大个代志，我哪都不看到你关心一下啊？伊上需要爸母支持的时阵，敢若看到因爸母的背影？你敢有想过那种心痛、甲无助？即摆听从高记，我哩坐啦，你着好好珍惜。这方面是相关的出面。王林姐，王林姐，姐，先别表演。爸，我要找文姐讲话麦啦。文家爷交情都遐尼侪年啊。伊即马都无爱插阮啦，你是倒位来自信那说服伊啊？总是来试看卖啊，若是安尼就放弃，就一定一点仔机会拢无啊。董俊一个记者会，我拄个不敢呢，当时还阁真失职呢，那花都阁等于做校长。若是单中先出手，你就袂感觉奇怪啊。单中先。你现在变来做？我想董俊就是因为丹龙身体安排，等于伯顿高中做校长，所以伊才拒绝罗董的提议。董俊应该真清楚，伫你记者会，杜光亮会遐尼啊上枪，上可能是背后有丹龙身的闭关闭关，伊那无提防。对啊，所以我才请你尽早考虑看卖，即便造证计划危机，你是不是无应该帮人唔管？你想要讲啥？定义是，你家己开门，和丹中生的手，伸入去罗家，伸入去永兴集团。这啊，把罗家淹了倒，一直是丹中生的目的啊。所以，个董俊考我来，就等于是个亚杰考我来。
安尼，你阁要继续甲罗东结去？你俩总讲是替东俊雅杰出去，实际上拄好，伊是顺单中心的。我是营建署的稽查员，而且门铃家附近影像。是我，这是外面子。 是，麻烦拜托啊。嗯，你是干啥？我是要问你，今麦讲餐该得要搞吼？是伫咧路啊啦，啊，不过至少快一点钟。妈，真正有气啊！哟。 你这款恐怖的上来啊，小董，给我过来坐下来。来，这情况。哥，咱是一个团队，你是带头的，所以团队不管是谁出来，拢是同款的。连霸请黄金城，拢请袂叮当。你只是出去跟伊讲几句话尔，伊就点头愿意斗相共。我的为娘真正是无所不能的。 伊明明知影替哥解决问题，是一件处理不讨好的代志，啊，不过伊也是愿意去做。伊答应我的代志，真正拢有在进行。大少总，哎，真歹势哦，这届给你了控股，你无够喊苦。无啦，我欠你一届啦。哇，那你为人家干啊？好，多谢你，多谢。 拢禁欲啦！昨暝听你讲话，我真鬼袂苦袂去。我以前都趁无人的时阵哦，好啊，甲伊讲啊，啊伊若是囡仔生了哦，伊就放伊自由啦。我无可能互伊好过。伊对我都安尼啊嘞，对你一定更加超过啊！啊，你看你家己即马安尼，叫安尼无甲安尼心狂火度，无甲你做代志，安尼出包。我讲无可能，是无可能，你当作无看就好啊啦。 啊！你为着一个无爱你的查某人，无甲你家己安尼无魂无体，我变哪当作无看的啦？你是不是有啥物代志要问我啊？昨下我问你，伊是不是去爱着别个查某人啊？是啥啦？我是西无。哈！就真正无。你莫讲骗我啦！你我西我无了解你哦。康古，你的代志顺利解决啦。即马想想了。 在伊对招工讲话讲伤重，一定真艰苦。阿平知影伊最近为着正月代志在操烦，后煞都无在体谅伊，真正是安尼。你讲啊，伊一定是咱身躯边的人，无你袂才生气。龙瑶，我是爱着我亲兄弟龙瑶，安尼敢有冤意？ 那是文瑶，到底什么情形？你跟我清楚啊！虽然吴静瑜讲伊家伊是亲爹的，但我看伊这种态度，伊讲的话，我根本就未相信。家公啊，我拄则听你讲哦，这监狱耽误明德家伊文瑶，文瑶并无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代志啊。 你哪敢骂同款呐？等到替你讲话。我唔是在替伊讲话啦。过去啦，咱即马去找文瑶，甲代志讲互清楚。我相信这件代志哦，只要讲互开哦，绝对会当圆满来解决。有啦，有啥物头未开的，大家见面讲讲的嘛，好不？行啦，行啦，你个性咩安尼样啦？真正是。